线上下单，加入购物车时有货，结算时却显示为缺货状态，是什么原因呢？由于每个省份的实际缺货情况略有差别，进入云购时，送货制默认为上一次送货的省份，所以我们需要提前将送货制更改为当前实际需要收货的城市或所属省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操作。进入云购首页，此时送货制显示为广东省，我们可以通过点击广东省进行更改。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您所需要收货的城市或所属省份。送货至地址修改成功，此时产品库存则会正确显示为收货地址所属外仓的实际库存状态。感谢观看。